《月下把杯图》是南宋画家马远的传世精品，虽然只是一开册页，画面却构图别致，小中见大，意境深远。相逢幸遇佳节时，月下花前且把杯，画作描绘的是中秋团圆的宴饮场景，一轮圆月高挂空中，好友的来访营造了欢聚的美好气氛。画中的主人体态轻盈，举止文雅，把杯饮友，主宾紧密无间，四个同仆姿态各异。其中的凤九小童回身望向台阶上正在走来的抱紧文童，彼此呼应，主仆六人神气完足，生动有趣。而画中的人物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，表现出南宋文人的生活与理想。